首先，二十三条立法是香港特区的一个我哋叫做宪制上的责任，即是话国家希望根据香港特区根据自己的法律嗰个条件里边咧，自行立法是一个宪制的责任，是必须要做，应该要尽快做。我哋做学问是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探究，但法或者二十三条立法之后，其实令到我哋学术自由更加保障，即系我自己睇法。知就是知识的知，知识的知就是你要对国家的知识、国情，包括它的文化，包括它的历史，包括它的现况要了解。如果你不了解的话，你很难去的话，我认同它。那那种认同都未必有全面的认同。那怎么认识得好呢？我自己的体验就是你要多些去内地认同和依了。咁你產生感情啫，如果你要接觸得多，我見到朋友見到好多次，幫佢傾偈，個感情應該會有好啲。要有一個意志嘅，因為好容易聽到唔知啲咩嘢咧，咁你要明辨是非嘅，你要有自己嘅意志，知情意，你有意志，最後咧要產生一行。咁我覺得呢啲就係一套一個整體嘅，就唔係純粹憑一種口號啊，佢係一個內化嘅、深化嘅。全方位的一個表達，是要不斷深化的過程。